顾总，我去赶导游。咱们等他拍完。好。今天这顿我请客，大家随便点。行啊，老张，最近发达了。那可是，哥们最近生意做得不错。快快快，点菜呀！不到了，我居然是最后一个。顾强来的正好，今天老张请客，你快看看你想吃什么。那我可要好好看看。点点点，佛跳墙一人来一份，还有这个奥龙，怎么这么多人？起码也要5斤吧。老张，头上怎么这么多汗？这天太热了，太热了。咱们发小好不容易聚会，不得喝点。开车了吗？嗨，没开。我那车送去保养了。哟，啥车呀？嗨，新买的。可以啊，老张，马上。行啊，老张，这车可不便宜。我看看。哎呦，这车跟我的还是同款呢。这不是巧了吗？是很巧，就连车牌都是同款。老张，每天这样装，累不累啊？别走啊，老张！顾城，这是干嘛呀？咱们兄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要看不起他，可别人呢？这么配合下去给他面子，是在害他。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。流浪日子。문자왔는데喂，爸。儿子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都挺好的，挺好的。钱还够用吗？那肯定，那肯定。每天这样装，累不累？那钱肯定。哎，叔，我是顾城啊。老张最近又升职了，叔您放心，有我们这群兄弟在呢。你说说你，叫你装的时候你都不会装。老张，没钱不丢人。我公司销售部正好缺人，来帮我一把，可不能浪费你那好口才。走，咱回去吃点。我不去了，上我家吧，尝尝我的手艺。那我要吃老厨白菜。没问题，我跟你说，这你那老厨白菜都是真的。